非常感谢林凯音的精彩的故事。下面这个节目呢，是由黄埔四期五期一班的老前辈，老前辈问题是这个武林的四个头脑，大家都知道，桑巴是五中七品，黄埔四期五期呢，更是把桑巴上了世界级的舞台上。按照林凯音今天的看看，画面是不是在门口？比赛当中，他们就被邀请到。专业级的比赛当中作为这个大会的示范演出，下面我们就用掌声热烈欢迎黄埔四期五期的老前辈为我们贡献一台桑巴舞，掌声欢迎。Thank you.
忘掉了天涯独旅的愁，一醉到天尽头。开始的漂流在没有停下的时候，让我们一起一起的杯酒干杯啊，朋友。干杯，朋友。